无论你是什么原因。根据法律规定，由2017年11月1日开始，所有入境人士如果携带总值相等于澳门币120,000元或以上现金，同无记名可转让票据，是需要填写申报书和选择红色通道向海关申报。如果没有作出申报，违者最高可被科处澳门币500,000元罚款。详情可以浏览澳门海关网页或者致电海关热线查询。大家好，第六斜撇2017号监管携带现金和无记名可转让票据出入境法律已经在2017年6月12日第24期第一组澳门特别行政区公布上面刊登和公布了。有关法律将在2017年11月1日开始生效。根据法律规定，所有入境人士携带总值相等于澳门币120,000元或以上现金，或无记名可转让票据，例如旅行支票、支票、汇票、付款委托书、本票等等，都应该向海关人员申报，并且填写申报书和选择红色通道通关。出境人士如果被海关人员查问的时候，也都应该如实作出披露，否则会被科处罚款。顺带一提的是，法律是对自然人适用，需要由自然人本人以个人身份申报，即是凡进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旅客和澳门居民都有申报义务。如果负有申报义务的是未成年人或者是没有行为能力的人，就应该由他法定的代理人，例如是父母、监护人等等，代他作出申报。至于没有填写出入境记录的过境旅客，就不需要申报了。所以负有申报义务的人士，如果不填写申报书，提供的资料不完整，又或者提供与事实不符的声明，是会构成行政违法行为的。海关将会对有关的人士作出起诉，并且科处相等于超出申报金额部分的1%至5%的罚款。而罚款金额是由最低的澳门币1,000元至最高的澳门币500,000元的。由于法律的实施是不会限制、阻碍和禁止合法的资金进出澳门特区的，所以旅客和澳门居民是不需要改变他个人携带现金的习惯和需要的。但要注意的是，在进出澳门特区的时候，应该根据法律规定作出申报或者是披露的。另外，海关是负责监管、监察和科处罚款的部门，所以海关官员是有权对可疑的旅客进行搜身或者搜查他的行李的。而当有迹象显示旅客所携带的现金或者无记名可转让票据可能是涉及或来自不法活动的时候，海关是会扣押有关的财物，直至具有职权的刑事警察机关到场。如果想了解更详细的资讯，可以到我们澳门海关网页浏览更多相关的法律资讯，例如申报书下载、填写范本、常见问题集和相关的宣传短片等等。任何人士如果对相关的法律有疑问，亦都欢迎致电我们海关热线，电话是8989-44-13进行查询的。